没有一个不可以成佛的，毕竟都可以成佛啊。入佛塔庙一头足啊，一举手皆共成佛道。所以说顿教是指华严经啊，那么它的道理就含有别教的道理。那么顿观就圆人来讲啊，圆根器来讲，正显是圆顿之顿，而不是顿达之顿啊。所以这个顿观是指圆人来讲，只显示圆顿的顿啊。圆顿就是空假中同时具足啊，而不是顿达，专对那些根器力的人来讲的。以明智初心，马上圆开圆觉大开啊，当下继而这么一点点的维系的念头啊，一念妄想马上具足三千的现象啊，百界千如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空假中。什么叫即空呢？一切法啊不可得。什么叫即假呢？一切法不坏名相。什么叫即中？当下没有空跟假的存在，中就是真如，不可说，没有说，不能说，那也只能用中来形容。是便于诸佛究竟证得的三德密藏相应，所以说具烦恼性，当下能知道诸佛三德密藏。四明初心，遍观诸法实相，当下就是观诸法实相。如果诸位许可的话，那么我们要讲这个六祖坛经，星期天星期一对吧，我们千万菩提新闻讲完六祖坛经，那千万不要缺席，他这个就观诸法实相。哎，那个文辞之美的，道理的彻底，这是我所看过这个经典里面《六祖坛经》是最美的。那一本能够运用就不得了了。啊，《六祖坛经》奉劝诸位，啊，一定要听。修四种三昧，四种三昧，第一个叫做常坐三昧，也就是有一种修行，他一直坐着，一直坐着，观照，接着。叫做常坐三昧。第二种三昧就是常行三昧，行就是信解行证的行，就走走啊，绕佛啦，永远不坐也不卧啊，就是常行三昧。第三种三昧叫做半行半坐三昧啊，半行半坐三昧，哎呀，一半走一走，哎，坐一坐，走一走，坐一坐啊，就是。第三个就是半行半坐三昧，第四种叫做非行非坐三昧，就是不具任何的形式，但是心都在定中，非行非坐，也不是行走，也不是坐，任何形式都能够修持三昧，即道场开佛的之见得无生人。就像这个牛食这个人草啊，食这个人草即得醍醐，马上得到醍醐，那名为圆顿观也。譬如《摩诃止观》所明的，智者大师在御前一下敷养，一下就是节下安居啊，一个夏天，一年只有一次的夏天嘛，所以一下啊，就是一个节下安居里面啊，就敷养，就是也开眼啊，在御前就是一个地方啊，啊。那么二十持住，二十就是两次，经过两次慈悲的注解啊，持住就是增加这个注解啊，摩诃止观到最后是张安大师把它结集起来，总共有十件啊，题名叫做摩诃，也就是圆顿的意思。这个摩诃有三种意思，叫做大，也是多，就是胜啊，大多胜。那么这个大多胜不是连续念，而是念稍微停顿一下，是因为三种啊，各含有它的意义嘛，大多胜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对啊，每天都在念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只知道说大智慧到彼岸，是这样啊，哎，那么这个。摩诃其实有三种意义，一个是大，一个是多，一个是胜。那什么是大呢？大就是空观，它的重心点啊，重心点是吧，放在这个空观。那么当下这个假观跟中观，当下就是空
以空观为主的话，假观跟中观当体就是空，故名大，绝对多呢就不坏四相。在四相来讲，有无量无边，要树立啊，还要演讲啊，要有文字啊，啊，要有世俗地啊，所以要很多损多，就必须存在假观。假观叫做立一切法，所以叫空观或者中观也具足了假。那所以说，名多。那么圣就是中观，啊，空观、假观当体就是中，啊，所以叫圣，也就是一心三执三观，啊，三执要提真执，啊，方便随缘执，习两边执，啊，啊，就是我们说的三执，体真执。方便随缘执，习两边执，哦，三观空假中，那么见教，啊，乃至复未开贤者，啊，还是没有开贤者，啊，乃至到最后还没有开贤，就见中四教，啊，三全一实，啊，三个是全，一个是实，没有经过这个法华的开贤，啊，而全实。还是隔爱未容，没有经过法华的洗礼，那么啊，这个全是全，实是实，啊，还是隔开来。那么究竟之处就是全含实，实立全，全实是不能分的啊。但是如果经过了没有经过了法华的话，那全实是隔开来，经过了法华。全中有实，实中有全，这是一体两面的全实圆融啊。那么所以说复位开显，那么见观也是圆能，所以说意为曰圆能，解虽然已经圆，虽然是未尽之词，既然说圆能避开圆解而行圆行啊，所以说修这个行须次第啊，故因虽也必须先三归五戒，次乃修诸世间有漏的诸禅，然后修出世的无漏，乃至真之圆顿，一直真就是达到啊，一直达到这个圆顿，所以说次第四禅波罗蜜，也就是次第禅门啊，就是修行定，怎么样修行这个定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次第禅门，乃为会合啊，以上面未开显，它的意思是相同，还没有把这个前脚方便的汇入这个实啊，没有经过法华吗？有的是超，有的是次，或超或次，超就是顿，次就是见的意思，或是不定之词，所以啊，那超即是顿，次即是见，如行者正用圆顿直观，或成见有某些修行人用圆顿的直观，但是啊，却慢慢慢慢的成长，慢慢慢慢的悟，那么本用见观，本用见观，忽而成顿，本来啊，用这个这个见次第的见观呢，突然间呢成为顿，那刹那悟道，所以顿见不能一定。故云或也，一顿一见呢，系能误入，啊，这个通通是啊，故云皆六妙门。这个修过天台宗的人，大家都知道六妙门，啊，六种不可思议的法门，都可以让你进入涅槃。第一个数就是数息观，数就是说，当你打坐的时候。数进就不要数出，数出就不要数入，就一呼一吸数一，那吸进来一，吐出去就不要念，那然后这个数目一直增加，2、3一直到10，六妙门啊。这个数习惯啊，数进就不数出啊，数出就不数入，数习。
那么从一数到十，那么一再从头再一直数到十，那么再来的话要翻过来就变成十数回来一，哦，一刚开始是一数到十，一数到数到十的 repeat 啊，重复的。那么到后来的一数到十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哎，重倒回来数，数习惯，慢慢已经有一点点功夫了。第二，水，水就是随着呼吸，这个水，第二个水就随着呼吸，反正也不惧这个数目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是就哎，心水是在定的，哎。水就是随着呼吸，哎，很自然的，不管它啊，哎，第三个止，止就是心止禅定啊，啊，这个心一止的话，禅定就发出来，心就有定了，就有一点点定力了，啊，定力，其实要修学这个定力啊，要用六祖那一套，一切不计较，万事随缘了。什么都定，你要用说心要把它强制的压，我说我要定，我要定啊啊，就像这个人呢，我要人呢，我要人呢，人呢到有一天他都忍不住的发狂了，哎，不要人了，没有好忍耐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一切法无自性可得，哎，不计较，汇入空性的东西，连这个定都没有。连这个忍辱也没有，也不需要定它。啊，止。第四个叫观，观就是观五音是虚妄的，要破这个从五音声发出来的妄见，然后啊，慢慢发出这个无漏智慧出来，就观。啊，第四个叫做观，观五音为虚妄，然后破这个妄见，啊。破这个妄见啊，这个色受想行识不实在的东西，然后无漏智发出来。第五就是还，还这个念还不是念海啊，海还，还就是简单讲就是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说哎呀，刚前面的观啊啊，哎，那个也是不实在的啦。第四个，这个观也是不实在的，也能观所观，也无实体可得，因此我执当下就没有，所以那个我执亡了，无漏的方便智慧就开显出来，这个叫做还。还第六个静，那个静又比还的境界更高，这静就是说啊，心无所住，泯然清净，无漏自发，断惑证真，就完全清净了。啊，经过了一二三四五的筛选，一次再一次的层次，到最后就完全进入清净的绝对状态。但是如果是大根器的一下就到清净的心，因此我很同意禅宗有一句话，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，我非常非常的赞叹这句话，不是本心，不了解佛用什么心在修行在度众生的啊啊，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，学一切的法如同外道。禅宗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了不起，他说如果一个修行人不了解本性清净心无所着而生起心是什么，你不了解这个心，就算你不穿衣服住个破落的茅棚，每天日中一时啊，每天日中一时，这个色身你完全不享受，让他很痛苦的这样折腾自己啊，比如说啊，你要打坐脚痛，而且让他一直很痛，但是你并不了解这个心法啊，吃的是很坏很坏，人家丢掉的东西啊，蓬头垢面散发，禅宗里面说一名外道，也叫做外道，
你不了解这个无所执着的东西，无因无所住个生起心的东西，你怎么修都不能成佛。为什么？此非成佛之因呢？我们人众生很容易错觉的，这个众生的迷茫，你要是看到这个山上啊，一个老修行坐在那边，啊，呼吸很长，然后啊，哎，都不穿裤子，用那个藕修啊，把重要的部位盖起来，然后在那边，哦，这很多信徒就会去供养。那为什么？哎，大修行人呢，吃苦啊，耐劳，逢佛顾面，修到没有时间剪指甲呀，怎么样？大修行人呢，你就是黄袍加身啊，啊，这身金带金穿银，通通没有关系。你叫我们穿什么都没有关系呀，也一样是佛。我们众生的错觉就是非常严重的，他认为出家人稍微一点点享受就会认为，啊，他没有修行，稍微讲两句幽默的，哎，这个人呢，啊，不修行，啊，他就会认为这样子，还要认为在，啊，沉默啊，寡言啊，蓬头垢面啊，然后遮住重要的部分啊，露出两个屁股啊，然后在那边禅定啊，听听这个溪声啊，鸟叫啊，这个叫做修行。错了，不是本性邪法无益。禅宗这句话切切以我心有戚戚焉，你就是打佛七也是一样的，你不了解这个本心呢，打佛七。我有个比喻，你当你彻悟到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你一下子就见到太阳，你一下子就见到，你太阳你看得很清楚嘛，你见到阳光嘛，没有乌云遮盖。为什么明心见性的人即心即佛嘛？那一念佛就是一切佛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大彻大悟，没有悟到这个东西呢，啊，不知道这个本性的东西呢，啊，你念佛就像乌云遮住，你很想看到他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因为你想成佛嘛，所以你念佛嘛。可是呢，乌云还是遮住，为什么？也不了解本性是什么东西嘛。所以说，虽然你拼命的念佛，就是一直一眼望穿看到太阳，但是怎么看都看不到太阳，所看到的太阳隐隐约约，似曾相识，又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用意识心修行嘛。所以不是念千千万万声的阿弥陀佛我告烂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谁用无所住心，谁就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次孙妈为了小寡事情操心，孙妈一天念三四万，我坐在那里，我看到操心烦恼，我说你念三四遍，我坐一下就比你较消灾。你用的是一直强烈的一个烦恼心嘛？我坐在这里，我根本连念佛都没有，我都比你较消灾。你都放不下，你命中是我往生，不是你往生，你弄清楚啊！就是那个心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心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六妙门宿随止观环境，也可以说是个方便法，也不能说不好了啊。对初学者来讲也是蛮重要的。说此之六法能入涅槃随之的妙门，智者为啊善书就是光明呢，旧时候的光明呢，啊。算术，那么就像好像是我们现在的好像是个什么什么部长那一类的啦，毛喜是一个人的名字啦。智者大师对这个尚书啊毛喜所说的啊，那么文章有十章啊，须则王简，如果你有必要的话，你自己去查啊。问说但说圆顿止观就好。何意？为什么又说见跟不定呢？你只要说圆顿的直观就好，为什么要讲的这个见跟不定呢？答：根性不同。如果只说这个顿，
啊，所收的这个根气不尽，不能完全收尽。问既称见跟不定，何故？就原人来说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又讲到见跟不定，那么又还是要讲后面要讲这个缘呢？答：缘人受法，无法不缘。什么叫缘人受法，无法不缘？又举个实在例子来讲，实在例子来讲，啊，缘人受法，无法不缘。如果用道理来讲，就是一个缘叫根气的人，缘根气的人，他任何一法都感应不掉，感应不掉，感应不掉啊！比如说啊，现在这个冈山呢、啊，冈山啊，菜市场都这样在传啊、哦，在传。你们那天有这个信徒在求证，说有个比丘尼啊，真的假的不知道了，跑到冈山的菜市场啊去说。啊，这个慧力法师啊，跑到戏子湾去，啊，有一个小姐啊去游泳，快溺死了。那么慧力法师把她救起来，结果慧力法师溺死了。啊，现在刚好要做水陆大法会哈、哦，水陆大法会哈、哦，啊，他现在死了。啊，慧力法师以前有答应过我说要帮助我建道场，他现在死了呢，那么这个他们不能帮助我建道场，所以你们要帮助我建道场，所以我的化缘，你们要帮忙我。冈山菜市场这样传啊，传哎，那就说哎，师父没有死啊，师父没有死啊，我不相信，我带你去看啊，师父一定死了，师父如果说死了不讲的话啊，还有人去参加水路，师父死了如果讲出来大家不参加水路，收入就会少嘛，就这样传，人家求证啊，我听到对不对，哎，我很乐意接受，是吧，乐意接受，因为我不会游泳还会救小姐，那才怪呢，人家不救我都已经很好了，我去救小姐啊，这太抬高我了，真的太抬高我了，是吧，这穿的这不可思议，是吧，对，反正你出名哦，你是什么怎么样编都会有啦，这个故事还会有的啦，啊，过来不知道要写什么，不知道啊，我去银行的时候啊，那银行的经理啊，他告诉我说，哎，这个啊，这个报纸真的，说有一个什么妇女啊，把这个三几百万啊交给一个男众啊，啊一个信徒啊，说拿来文书讲堂啊，啊铁火的呀，啊他们有来问师傅说没有啊，哎没有拿钱给师傅啊，哎那怎么样？哦，我的民众日报也刊，联合报也刊，哎这样。你看得贵，我根本就没给多了，根本就没有说哪一个人说来找我说他三四百万被骗走了或怎么样子，哎，所以说这个报章杂志啊，这个要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啊，哪有一个笨到三四百万请人家拿来文书讲堂的啊，你自己不要贴了，哪有几百万是叫人家拿来，所以叫我的看法，我们说为什么是缘人受法无法不缘，你怎么样编都没有关系，我都如如不动了，他还会有的，还会有后续动作，还不晓得在要写什么，不知道啊，因为出名了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，所以说如果你能把这一些看得很平淡，那事情就好办的，因此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把一切的法融入你的内在的本性，消化它，同学们不要忍受它，要消化它，用种种的观念把它消化变成空性的东西，哎，很欢喜的接受，就没有什么，天下就会无事，所有的是非都是别人的问题，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了，那么这样事情就好办，日子就好过多了啊，所以说缘人受法无法不缘，这个很重要，又未开缘节不应滋润修正啊，如果你没有还没有大开缘节，就是还没有悟道，那么不应该论这个修正，纵令修正呢，就算了啊，让你修正，那么未免日节相悖，
你这个圆人悟到自性清净心，无所住心，那么你修一天，为什么你已经见到本来的面目吗？那么如果用意识心修行，那修到几劫也不能成佛啊，因为此非成佛之因嘛，当然是日劫相悖嘛，日劫相悖嘛。所以同学们，如果说你能听听师父的劝告几句话，你就会受益无尽。第一个，你永远不要管别人对跟错，永远。第二点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烦恼别人的怎么样来对待我们，我们要烦恼我们自己的生死。你把你的生命都投注在你的生死问题里面，你的生命就融入了智慧。再来，接受一切攻击你、伤害你、包括要让你死的人，都欢喜心来接受他，他就没有你的办法。如果你能简单的做到这样，那么生命的意义、智慧、定力如如不动，就相当有可能呢、啊、就有可能进入一种高层次的生活方式了。如果你还停顿在计较、智慧、攻击、毁谤、口业不清净，那你要修行，不要讲往生了、啊、讲到目前的一点点定，你都很难，你都会很难。底下说，所以说空人疑云啊，恐怕人家怀疑，这样说既能称为缘，那么这一切都是缘吗？何容见机不定呢？为什么还谈到这个见跟不定呢？既然称见跟不定，又何故说是缘人呢？在回答的当中啊，是发明这个缘根，不是一种，不只是一种啊，因为根性个别一种惯法是不能骗色诸根的啊，一种惯法啊，骗色是不能骗色诸根的，所以说收集不尽呢、啊。啊，不能完全包括在内。那么又是对三根呢、啊？怎么来设这个三种观？又既然说见观应该是属于三教啊，见初啊，啊，这个见中、见末啊、见后是吧？属于前三教。那不定观应该是属于什么？不定教。那、啊、又何故说这个圆人呢？为什么还说这个圆人？答。说明其即开圆觉，是名圆人，因为他的悟已经达到圆融了，什么你都不去改掉，你什么都爱不到他。纵使用剑，纵然是使用剑的，那剑也是圆，剑也是圆，是吧？啊，用不定，不定也是圆。那为什么啊？比如说啊，你们来信佛啊，有的上根基的来信佛也是善人、善良的人啊，下根基的人来信佛也是善良的人了、啊。他有心向佛就是善良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会这个止恶修善嘛，啊，所以说大开圆觉的人，不管是见啊，不管是不定啊，通通也是圆。所以说圆人受法无法不圆。底下说啊，来修正以开圆觉为基物。啊，一定要悟到圆融的道理，是圆觉不开，啊，不足以愚，啊，不足以愚，就是不能用语言来告诉他修正的办法，是不足以愚修正之方，所以说未开圆觉，意思就是你这个没有大开圆觉，啊，彻底的觉悟，那么。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讲修正的办法，所以说未开圆觉不应自论修正呐、啊，啊，不能来论这个修正。纵然修持邪行险境，且自勿论。
就算你修行的话，你所修的路线并不正确啊，姑且不论，即使永无诸过，也是难免日劫相背呀、啊，日劫相背呀、啊。你就是往生也一样，有的念了30年的佛，不增不减，所以不增不减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30年前的功夫也是这样，30年后也是这样子，为什么？不肯舍，不肯放下吗？不肯放下吗？为了几个钱，里面争执的不得了。有的人把钱看得很重，有的人把感情看得很重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把名誉看得很重，啊，当然你修了很久，30年也是放不下嘛。30年就放不下，你不放下，30年后还是放不下嘛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是一个大根器的人，你内心里面想想看，我今天拥有的一切，你终有一天要离开，那么终有一天要离开，我不如当下就观空。我今天不空的话，你百年后还不是你的呢？所以空性的东西它就随着24个小时在他的生活里面，空在般若里面就是一把慧剑呢、啊，就像一把很利的剑呢、啊，斩的什么都没有，怪不到吗？你要让他负担，他还不晓得负担什么。哎，有的人哎呀我很烦恼，哎，有的人说哎我不晓得要烦恼什么，哎，怎么会差那么多呢？有的一天呢，我很烦恼，有的人说哎，我就不晓得要烦恼什么，你告诉我叫我要烦恼什么啊？因为毕竟有一天这些完全会消失嘛。那说未开劫者修一劫，不如开劫者一日之功，以是言之，修行者岂不以开元劫为己物乎？还是很重要的。再来，化法释教说，藏通别圆的释教乃是教化众生的方法，文略意详啊，非说未发明啊，如果不说不可以的。所以说化法释教说，法上无一，一切法不可得，连一都没有，何况有四呢？因何有四啊？乃是如来利他妙智，因众生病而设药也，因为众生的病啊，来设这个药。你众生有病，我才投以药吗？才抓药给你吃吗？见思病重，见思就是三界内的祸啊，界内之祸叫做病，那就见思为三藏教小圣来说，见思比较轻的为说通教啊，通教啊，意思就是通道大圣教。无名病重的，你就说明别教无名，那就界外的，界外的啦，是吧？界外之祸啦，啊，那么无名病轻的，那就最后的这个成佛的阶段要修的无名病轻，那么那就是只是七地八地九地十地菩萨了啊，无名病就轻最后的，会说圆教。底下法性巨大，为佛都证。法性巨大，为佛都证。我们有情的众生叫做佛性，气世间叫做法性。佛性法性本来无二性，所以说法性巨大，因此啊，在这个早晚课里面，晚课里面说，这个有情无情同源种子，那么就是绝代，所以源于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源于道断就是不可说啊，不可议就是源于道断呢，不可议，那么心行处灭不可思，所有的想都想不出来。不能用意识的分别心去想，心行出面，你动到念头，当体即空的东西。所以善不可得，哪里有事呢？所以说法善无一，云何有事呢？因为一切法绝代的东西嘛。所以说一切的法都是由假设开展出来的，就像我们的树木字一样，我们一是什么？
你去问数学老师意思什么？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吗？老师小学的同学的时候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你就问他，老师一是什么？他就会说一就是一嘛，傻瓜，你怎么问老师这样子呢？老师在问老师一从哪里来呀？哎，奇怪，这个孩子怎么问这个问题呢？老师也不晓得一从哪里来，一就是把一支钢笔掉下去画一横。你不能这么，你意思是什么？一就是由观念化成有形的数目字，就是一嘛。一什么？一就是一嘛。定理是由定义推论的嘛，定义就是当体假设的东西嘛，就这样子嘛。法尚无一嘛，何况有事呢？乃是如来大悲不已，为物情深呢、啊，其不谋之全智，为物啊，为物就是物就是众生呢、啊，为众生情深就是执着太深呢、啊，因为众生的执着太深呢、啊，其不谋，谋就一定，不一定者全巧方便的智慧，其不谋，不谋就是说。不谋而合，并没有一定要怎么做，是吧？因为每一个众生的执着性不一样嘛，所以说其不一定的权智，寻物机而施设，寻就是一，依照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，在一切的不可说的无言中假名相说，就是师父在这里说法，也必须假设这个语言嘛。所以说如来立他的妙智，权智称妙。全权即实，所有的方便当下就是要叫你悟到实相，全实不二，故称妙。因众生病而设药啊，所以三祸二死皆病啊。三祸就见思祸、尘沙祸、无明祸，也称无明。见思无明、尘沙无明、根本无明啊，祸就是无明，就是烦恼。祸、无明、烦恼都是同一个名词。你要将见思祸、尘沙祸、无明祸也对，要将见思无明、尘沙无明、根本无明也对。啊，二十啊，那么就是分段变异，啊，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这个都是病。四教解行的修正，这个都是药啊，顿见秘密不定。这个头这个药、给你，这是总说、药跟病啊，见识底下是来是分别来说，说明这个药跟病的投治法。见识是教疑淫、又淫见修，这个修就是修行的修。见到位所修行的、就是见修，见到位它其实见到这个真正的这个道了，见到真理了，那么要见修，就见到位所修就是见修。又云是住，是住烦恼，又说染污染无知，也说取向惑，取向惑就是执着。所有一切法都因为众生的执着，若无一切执着心，何用一切法呢？如同虚空，你用什么去取代它呢？去破除它呢？虚空不需要你破除，你也破除不了。如果我们心如虚空，无一切相，不取不着，那你说用什么法对治呢？它本来就没有，你对治什么啊？又说知莫无明，又说通惑，通惑又称戒内惑，虽然名称不同，但是见思而已。见惑跟思惑分别叫做见，分别心叫做见，意思就是所谓你看到的这个见着啊，五着里面呢、这个见着是最厉害的，看法不同，看法不同。
师徒看法不同，师父劝导徒弟好好的稳住，徒弟不听，父母亲劝导儿女不听，同参道友好意相劝，同参道友不听。为什么？你觉得这个对的东西他不一定觉得对啊。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正法传播给他的弟子，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还有人出家修行，修了好多年又还俗，还俗还没有关系，还入外道啊，来谤佛。比如说在大般涅槃经里面讲的，他修这个禅定，他就修这个什么禅定，他修这个无相法，他把这个无想当作无相法，结果一直修这个无想，他把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、有一个人呢、修这个无想，他把这个无相当作无想，完蛋了啊！结果一拼命修到无想，他以为自己证阿罗汉果了，啊，我证阿罗汉果，我一切都不想了，结果在他临命中的时候，起一念烦恼，说，我怎么还有烦恼？那你前面几个，释迦牟尼佛打妄语，他说这样修行可以进入涅槃，怎么没有进入涅槃呢？就因为谤佛一句。马上掉到深海里面去当这个蚌壳里面那个小虫，其恶心。实际上有两种人，造恶最重的，道生其物，谤师长，毁谤师长。这佛经里面就谈到，谤师长，简单讲就是不重法。自己修错了，然后佛陀告诉他，他误解了，说无相不是无想，结果他认为佛陀妄语，他说佛根本就是妄语，这根本不能进入涅槃。无相是说愚相离相，不执着相，不是说完全不去想它。完全不去想他落入那个断灭空的东西，那当然是外道的思想嘛，怎么能够进入涅槃呢？所以他修无想，他在嘛跑到深山里面去，什么都不要看到，什么都不要烦恼，人家来拜访他，他也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为什么？他就整天坐着，不要想，因为想会烦恼嘛，他认为这样叫做修行，那完了，就落入外道的偏，他落入外道的这个无想法。所以佛陀讲的是无相，就是在于一切相里面拥有大智慧啊，以思想里面不夹杂着傲慢，不夹杂着执着，充满着大慈悲喜舍心，所作一切无所住，运用本性的妙有，通通历历如来，清清楚楚，不需要逃到什么深山里面去，也不需要隔绝一切的人烟劫迹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要到人烟劫迹的地方山上修行，那叫做方便，但是无相不是无想啊。因此啊，谤佛谤师啊，这是罪很重的，因为一谤法，正法就变成了邪法，就屈举了这个正法，那么就破戒就不得了了。你破戒求忏悔可以的，破戒没有办法忏悔的，因为你忏悔还是对佛没有信心嘛，你怎么修也不能成佛嘛，这个方向拐弯了，你怎么忏悔都没有用的啦。以下说分别心，就是所谓的见，那么真就是恨跟爱交织会毁掉一个人，这爱恨交织会毁掉一个人，这就叫做思想上的毛病。所以这分别心就是见，内心里面对立就是思。这个真爱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，就是恨跟爱啊，就简单几个。所以简单讲，
凡是所有的对立的思考，主观、客观、积极、消极、能、所、是、非、善、恶，这个明暗，通通是实。他只是举这个真跟爱来包括一切思想上的迷惑，思想上的迷惑。人不知自执着眼见心思解之误会也啊，众生不了解啊，只是看到啊，心里就想。然见惑从法尘起，能长真理。见惑法尘就是落入意识的影像，落入意识的影像，放不下，放不下，就是这个分别心。你所看到的，简单讲就是你眼睛所看到、耳朵所听到的，加上主观的意识，就是见，就是见。你看到两个人在讲话，内心里面，你公外排位，一定的公外排位，我们就又开始怀疑推测。哈，我听到这种人，我就会很生气，只是你管他，你公外排位。啊，你敢有听到？无。啊，你敢有见见？无。你有亲眼看到吗？没有。有没有亲耳听到？没有。啊，你怎么知道人家讲你的坏话？你神经病。啊，人很奇怪哦。人这个分别心一起来的时候，落入这个疑心了，那完蛋。这个是病，是最难治的。这个疑心病是最难治的。人家稍微跟他保持一个距离，他就说人家瞧不起他。你不晓得怎么做，还一直在想推测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自我假设，自我困扰，何必要这样子呢？书不是告诉你吗？我们没有时间去烦恼别人的事情，你不记住我的话吗？我们不要用任何一点点时间去思维别人，你思维你自己，他的生死跟你扯不上关系的，能障真理。所以说见惑从法尘起，难障碍这个真理，又困扰着我们。识惑从五尘起，五尘就是财色名食睡啊，思维那就起这个贪嗔痴慢疑，能牵引生三界，持经欲界多分疑说啊，就是欲界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烦恼，就是多分的，这个都是欲界里面的烦恼。所以见思两个字啊，都是从解得名。见非是惑，见它不是惑，是分别心啊。那么在这里见惑是指见到位的时候，看到了真理的时候能够断身见、边见、戒起见、见起见、邪见，就见到的时候就可以断掉这五个烦恼。思不是惑，是思维道理的时候能断这个惑。这个是对立的思想，思想要怎么样去破除它，来动到这个念头啊？所以是不是惑？那是思维道理的时候能断此惑，所以这个叫做思惑。那么见惑有88识，啊，思惑有81品。见惑的88识是就实时以对三界四谛而论，实时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起见、戒起见、邪见的5力识。啊，跟贪嗔痴慢疑的5顿时加起来是10识，死的意思就是在你的身旁，不离开你，在你旁边做你的侍者，他不离开你，啊，听你差遣嘛，啊，贪哎，就跑去贪了，嗔就不发脾气了，哎，10识就在你旁边当你的侍者，永远服侍着你，这10个痛苦的观念呢，永远服侍着你，让你，哭笑不得。然后就3界的4谛，啊，比如说苦下即一切即灭各除3，道除以2见，上二不行嗔呢，是为88啊。那么这个这样看会迷迷糊糊，会迷迷糊糊。十二页，啊。那么我们再看下去，这个说无论是单事件、复事件、具足事件、16支箭、62箭、108箭啊，那么一一莫不具足88识。
那么这个可能就要从头看，从头看什么见什么见，什么叫做单世见、复世见，然后再谈到这个见惑八十八十，然后再谈到思惑啊。因此啊，要从哪边开始看呢？就可以完成这一段的。诸位，从第九，那么这个第九啊，中间啊，第二极地，就苦集灭道里面的极地，就是见思惑。集以召集为意，我们无明造业，就会召集来苦，将来的痛苦。这个见惑和思惑能起善恶诸业，召集生死。召集就是收集了，所以称作极地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贪嗔痴不除啊，你就会召集很多的痛苦。你的见思惑不除，你就对道理不了解啊，因此就会召集很多的生老病死的痛苦跟着后面来。这叫极，就像水低洼的地方汇集了一切水，我们也是一样，烦恼的汇集处就是生死。见惑，见理时能断此惑，看到见到真理能断此惑。止观中说，外道诸见有单世见，有复世见，有具足世见，也是六十二见、一百八见，所以这个要先解释啊。那么直有直无，直亦有亦无，直非有非无，叫做单世见。那么单世见每一见中加一个有跟无，叫做复世见。单世见每一见中又各具有单世见，叫做具足世见。我们来看这个表，直有或者是直无，第三个直亦有亦无，直非有非无。在这一点有一点很重要的要告诉诸位，亦有亦无，这个外道就是这样。你讲这个有，讲就这个道理讲不通的，他就会讲到亦无。有讲的不通，他讲到最后他就会讲无。无讲到最后讲不通，他就会讲有。所以这个亦有亦无啊，非有非无，就是不确定的思想，不确定的思想，见地外道。这个跟佛法讲的非有非无完全不一样，由于名词上没有更好的名词，所以都是非有非无。但是外道的非有非无跟佛教的讲非有非无那是天壤之别，一个是涅槃，一个是不敢肯定，因为他没有悟入实相吗？好，什么叫做非有非无？外道的非有非无跟佛教的非有非无那思想是一百八十度不一样。外道讲的非有非无，他就讲哎呀一切法有，可是不是真的啦，这个都是假的啦。他也讲这个一切有，你也不能讲没有啊，而是讲非无。他那个观念就是让你模棱两可，不敢确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如实知，没有透过空性的桥梁，没有透过空性的桥梁，没有见到真如的当体，因此变成模棱两可的答案。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就是六识外道的思想，六识外道的思想就是这样子。而佛教讲的非有，意思就是说
真如本性不能用有去存在它，去形容它，因为它确实是一切法皆空，不能用无去形容它，因为无变成断灭法，所以因为它存在一切法而体是空，所以体是空，但是不坏假有。因此佛教讲的非有非无，透过两者观念，透过真如，透过空性而了解当体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说，因此不得不讲非有跟非无的思想。而外道的非有非无是因为他没有证到真如的思想法啊，而不敢肯定，哎，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，也有也没有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佛教的有无非有非无跟外道的是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。那透过这个见地以后，单世见知道了，底下就好讲了啊。底下为什么啊？复世见，什么叫复世见呢？有底下，哎哎，有无啊，有一个有，有一个无，你知道？再翻过来，第十页，无中二见，一个无，哎，第一个字都是无，但是哎，加一个有跟无。无有无无，那亦有亦无也是加一个有跟无，亦有亦无一个有，亦有亦无一个无，非有非无中二见，非有非无有，非有非无无。好，我来解释一下，复世见，哎，不是有无里面有，有里面也还有一个肯定的观念。有里面还有一个，这不是真的有，好像无啊。翻过来，无里面讲，无也不能讲无啊，无里面应该一个有，那个无里面，确实是无，那亦有亦无一个观念，模棱两可的观念里面加上一个肯定的模棱两可，加上一个也是，好像有，好像没有，所以亦有亦无一个有亦有亦无，无亦有亦无。的观念，哎，就是这个模糊的观念里面，哎，有的是肯定，哎，有的是还是模模糊糊的无。那么非有非无呢？啊，你底下一个有跟无，非有非无有啊，有确实有非有非无，可是就算有非有非无的话，那还是模棱两可，是吧？无也是模棱两可，是吧？没有一个非有非无的观念，那么再来。具足世见，有中具足世见，那第一个字那个有，无中具足世见，亦有亦无中具足世见，非有非无当中具足世见。具足世见就是把有无、亦有亦无、非有非无，通通加在底下，就是具足世见。具足世见，有中具足世见，有无，有亦有亦无，有非有非无。无中具足世见，且上面都加一个无啊，无有无无，无亦有亦无，无非有非无啊。然后第三个，亦有亦无中具足世见，说亦有亦无，有亦有亦无，无亦有亦无，亦有亦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啊，就是加上去，非有非无中具世见，非有非无有，非有非无无，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。非有非无，非有非无，那就把它排列组合加下去而已啊。其实也不必管它，你管它有无，反正就是模棱两可外道的思想嘛。念到最后，反正我们也搞不清楚是有还是无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还好嘞，还有课本呢。新加坡、马来亚的人听到，他就会写信来，麻烦法师帮我寄一本。有会有会无，无无会有会无，无一有一无，他就会很需要一本这个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外道的不敢肯定的思想啊，看起来好像很难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就是模棱两可啊，因为没有如实知嘛，如实见嘛。再来六十二见，色受想行识这五音，每一音中有啊，把笔拿起来，标号。音大我小，我在音中。
画一个一，写个一。我大因小，因在我中，写个二。然后离因是我，写个三。即因是我，写个四。啊，就这样子，这就好办了。那变成二十件，乘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成六十件。然后加上断件，断件就人死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加上常件，人死了以后下来辈子还是人。好了，六十二件的表，十一页最后一个表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五音，这怎么念呢？这色法里面，这个色音，五音嘛，色音，音大我小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哦，色音，哦，进虚空界片法界一个色音呢，啊大，哎，一个我，一个观念的我，那是比较小，哎。我们那些想到，哦，这色音是具足一切的啊，但是这个我是比较小一点的，哎，我啊是在音中，为什么？因为音大嘛，它包容我嘛。然后啊，色法第二个见地就是色法里面我大音小，我比较大，这个色法比较小，所以音在我中。哎，第三个观念，色法离音有一个我啊，色法当下这个音。就是我执着这个色音是我，那么这个受法从头也是这样念，受音里面有一个受音大我小，我在音中，受音我大音小，受音在我中，受音呢离音是我，受即音是我，离开这个受有一个我，即这个受法有一个我，想也是从头开始念，啊，想音，行也是，是也是，所以色法四个，受法四个件，想四个件，行四个件，是四个件，五乘以四就是二十，二十乘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就是六十，六十加上断件跟常件，就是六十二件。好，再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每根各有苦乐，不苦不乐，不苦不乐就是受，就是舍，就是舍。这个不苦不乐不是本性哦，弄清楚哦。这个不苦不乐就是愚痴，没有办法分辨苦跟乐。不是涅槃那种不苦不乐啊，不是大彻大悟那种不苦不乐，你要弄清楚，这个是愚痴的不苦不乐啊。那么三种受有十八件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层，每一层各有好恶平，平就是不好也不恶啊，三种层也有十八件。和三十六件，三十六乘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是三十六乘以三，就是一百零八。啊，这个表你看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乘以苦乐不苦不乐三六十八，色声香味触乘以好恶平的感触，那么也是十八件，十八加十八就是三十六，三十六。乘以三，就是一百零八，叫做一百八件，就是一百零八件。好，上面所说的单四件、复四件、具足四件、六十二件、一百八件中，每一件中都有八十八识，每一个件都有八十八个识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。戒取见、邪见，叫做无力识。啊，叫做无力识。力表示速度快，反应非常快。我们人一说话就行，我见就出来了，身见就出来。用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我马上跑出来了。那所以。身见、边见、见其见、戒其见、邪见，就是无力识。
贪嗔痴慢疑，就是五顿子，五顿子就是第二念，身见先起来，你就起贪了，为我而贪了。五顿子其实这个力跟顿只是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而已啊，其实速度快得不得了啊。力跟顿只是在极短时间里面，方便说力顿，其实都是差不多同时的。那比如说你看到一朵花，你当然执着一个有一个身体啊，在贪这朵花啊，对不对啊？看到花同时马上就贪，可以说这样讲。所以就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和苦集灭道四谛有八十八识，俱舍论中有一句解释八十八识，苦下具一切，就是苦地底下实始全部具足，有八十八识。俱舍论中有一句解释八十八识，苦下具一切，就是苦地底下实始全部具足，就是苦下具一切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习见、见习见、邪见、贪嗔痴慢疑，通通具足。极灭各除三，极地跟灭地除掉三，就除掉身见、边见跟戒其见啊。因为极一切的烦恼，我们对这个极地的真理不了解啊，只要见邪贪嗔痴慢疑，就会让你造集一切的痛苦。身见、边见、戒其见，这个都离不开这个见的啊，都离不开见其见的。所以回归起来不需要这三个，单单这七个极地底下这七个就足够造生死业。灭地就是对这七个死不了解，所以无法对真理了解，控制不住，因此就是说见邪贪嗔痴慢疑，这些见无法破除，所以灭地没有办法。因此极灭各除三，除三为什么除三呢？因为不需要身见、边见、戒其见才造业，这个对这个极地跟灭地这三个啊不存在，那也是扰乱我们的身心。道除于二见，道除掉什么？除掉身见跟边见，道地底下除掉身见跟边见，这个要说明为什么加一个戒其见呢？道地底下为什么加一个戒其见？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有的众生迷茫于戒律，迷茫于戒律，比如说外道持那个不必要的戒律是不能成道的，所以对道地的选择不正确，这个也造成一种痛苦，也造成一种迷茫。所以道地底下必须加一个戒，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持正确的，你要认识道地底下的这些啊痛苦，尤其是戒律的选择，外道选择错误，所以他有加一个戒其见的痛苦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哈，因为他选择错误，所以说道除以二见，道地底下啊身见、边见除掉，但是这个戒其见还是存在，因为他选择错误嘛，为了要修行嘛，结果啊搞到外道去了，善恶不行嗔。二上二就是上面的色界跟无色界除掉嗔，他不会生气。这个不行嗔其实不是断掉嗔，而是第六意识的这个嗔心不起作用，扶住而已，扶住而已。上二不行嗔啊，种子是没有断的，要不然怎么三界六道轮回呢？这一点尤其要注意，上恶不行嗔，不是说色界无色界啊不行嗔，那不会嗔恨心，那么那就永远不可能落入欲界了。为什么他不生气了？不是暂时得到清安，色界无色界他不生气，只是说伏第六意识不是断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上面三句是指欲界而言，下面一句是指色界跟无色界而言。欲界的苦地底下具有实识，所以说具一切。极灭二地底下除去身见、边见、戒其见三十，又七十，所以说各除三，极地跟灭地各除三，就剩下七嘛。道地底下除了身见跟边见以外啊，
具有八识，加一个戒起见，因为修道需要选择，对选择性的错误，对选择也会带我们一个见地上的困扰，所以道地底下啊，这个困扰也是见起见，就是见起见啊，所以说除恶见，除掉身见跟边见，所以戒起见还是存在。那么这样欲界的四谛底下共有三十二识，上二就是指色界跟无色界，这两界每一谛底下比这个欲界多除去一个嗔，啊，多除去一个嗔，苦谛除去一个嗔就变成九，极谛啊，在欲界里面的极谛是七啊，那么色界无色界就是六，灭谛啊，在欲界里面是七，那除掉一个嗔就变成六。道地呢啊，在欲界是除去身见跟边见呢，啊，身见跟边见呢，但是啊在这个色界里面呢，加上除掉一个嗔，那，啊，没有嗔，那，啊，就是身见啊边见啊嗔没有，也是变成七啊，所以说啊这个多除去一个嗔呢，变成苦谛底下变成九个，极灭变成六，道地就变成七，所以色界四谛底下共有二十八识，无色界四谛也是二十八识，那么这样三界四谛便合起来八十八识，这是见惑的分际啊。看这个表，三界的见惑，欲界底下苦谛具一切，从身见一直到疑十识，极谛见邪贪嗔痴慢疑，没有什么，没有身见、边见、戒取见，所以剩下七，灭也是剩下七，道剩下八。为什么加上一个戒取见？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戒取见？因为选择真理一定要持对戒律，持错了戒律，变成外道的一种错误。色界啊。减掉一个嗔嘛，苦啊，减掉一个嗔就变成九，极谛减掉一个嗔就变成六，灭减掉一个嗔就变成六，道地底下减掉一个嗔就变成七，所以就二十八，无色界也是二十八，所以三十二加二十八加二十八，两个二十八就是五十六，三十二加五十六就是八十八，来翻过来，翻过来。十四页，十四页，失惑。什么叫失惑呢？当我们在修行、在思维道理的时候，才可以断掉的惑，叫做失惑。有八十一品，便是啊，便分的三界为九地，三界为九地，每一地有九品。记住，每一地有九品，九九就是八十一。九九就是八十一。啊，欲界一地。五趣杂基地，为什么说讲五趣杂基地呢？啊，因为这个五趣就是六道轮回啊。那，没有一个阿修罗，天呐、啊、人呐、啊、第二鬼畜生呐、啊，大家都是杂居混杂在一起嘛，就像我们人间一样啊，人间一样是吧？天人来到我们人间，我们看不到而已啊，叫我们人道啊，还有啊，地狱道也在我们人间啊，我们看不到啊。啊，恶鬼我们也看不到啊，畜生我们看得到啊，哎，啊，通通住在这个地方，哎，欲界里面，色界有四谛啊，初禅离生喜乐谛，哎，离生喜乐谛啊，那么第二的定生喜乐谛，第三三禅就是离喜妙乐谛，四禅舍念清净谛，那、啊、那么空界呢？啊，空无边啊。事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，这九地各有上上上中上下，中上中中中下，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思惑，合成八十一品思惑。五趣杂基地中有九品贪嗔痴慢，上八地各有九品贪嗔啊贪痴慢，而没有嗔，总共八十一品思惑，列表如左。列表如左，啊，三界的失惑，那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五趣杂基地底下，是吧？贪嗔痴慢，那么，所以乘以九品
出欲界里面就九品了。那么色界无色界，因为它没有嗔嘛，所以只有贪痴慢，贪痴慢，贪痴慢，所以出禅啊也是九品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都是九品，无色界也是九品，九九八十一，九九八十一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哎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好了，啊，然后把里面的教官纲宗拿出来，这么样子的话，就有一点点消息啦，啊，就有一点点消息啦。所以说啊，在这里念一下就晓得了，啊。啊，从这个六十四页的第二行，啊，见货有八十八识，是否有八十一品？见货的八十八识是旧实识，一对三界四谛而论。实识就是身边见界邪之无力识，以夫贪嗔痴慢疑之五顿识，共为实识。然后就三界四谛，啊，如因苦下聚一切呀，即灭各除三。道除于二见，上二不形成，是为八十八识。无论单四见、复四见、具足四见、十六支见，把笔拿起来，十六支见，把笔拿起来。佛光大辞典，配记三百八十八页。佛光大辞典，一部一万块的了哈，一部一万块的哈，三百八十八页。好，在旁边十六支箭完全开展，完全从五蕴的执着开展出来的色受想行识开展出来的十六支箭，这个不必再说了，完全是迷五蕴开展出来的错误支箭，错误支箭。六十二箭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印度外道所执啊，一百八箭就是一百八个烦恼，我们也讲了，是吧？以莫不具足八十八识，是之见惑道浪烂漫，无穷尽，其子八十八也。是或是贪嗔痴慢，此非五顿识，乃是正三毒，跟五顿法而不同啊！五顿法而不同，言八十一品者，是就三界九地一论，九地中每地有九品，如欲界五气杂集地的贪嗔痴慢，分为九品。那么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，欲界地有九品，上二就是上二界了，色界无色界，色界四地呀，无色界四地呀，加起来就八地嘛，所以上二八地，这个八地不是菩萨呀，不是八地菩萨，是上二界加起来有八地，亦各有九品，共八十一品。上二八地就是初禅离生喜乐地。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为色界四谛，空无边，事无边，无所有，非想非非想，说无色界四谛共成七十二品，合欲界为八十一品。病重者啊，病重是比喻烦恼深厚，烦恼厚，树根又浅，说根钝障重啊，为化此类，避三藏教，比较合这个机宜，所以说为说三藏教。烦恼稍轻而树根稍厚，而见思并轻，微化此类，通教使合物机，所以说未说通教，无明就根本烦恼，以是出世间一切诸法无非真如实相，而众生不明了，是说无所明了，所以说无明啊，一如释义，其他啊释义里面有讲，释义诸法是即灭相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不可以言说，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说，用语言来说就不快乐，所以我们人常常说、哦、我今天好快乐 I'm very happy today， 我今天很快乐，那意思就是有一天会很痛苦、意思就是有一天会很痛苦。当你尝试品尝到涅槃的不生不灭的时候，哪一种乐这就没有起伏高低了，永远就是这么样。诸法从本以来常自即灭相，为什么常自即灭相？一切都是虚妄相，不实吗？当体即空的东西，即灭则哪里有一，哪里有四呢？这些所谓啊，四取刚中，本无实法。所以因病色药，大纲为事啊，开权显实，究竟归一，一为实，三为权，权实相对，都不得已而有言说，是不得已的啊。
若论本体，不但不可名事，亦不可以名一，所以非前非实，不能讲全，也不能讲死。然所有的非前非实者，非为非为出前实外，不能离开这个前实以外。别有一法名非前非实，但以前就是实价之前，就是全就是实价之前，就是离不开实，所以讲就是非全，不能另外有一个全。故即非前，这个非前就是不能另外设一个全，这个全就离不开实，离不开一个实，实教。所以实是全家之实，也就是非实，不能离开一个全巧啊，方便的话还有一个实，不可以的。所以说波及水家之波就是非波，水就是波家之水，所以说非水呀、啊，究竟同一个实性，波跟水都是同一个嘛，所以实性哪里在波水以外？灾，灾还念那么大声呢？来翻开65页，65页倒数第二行啊，倒数第二行，三藏教，那么就所讲的藏通别圆呢、啊，这是小圣教了，是阿含经为主的经藏，毗尼为律藏，阿毗昙为论藏，我们一般所称的三藏十二部，那么就是经藏、律藏跟论藏三藏。倒数第一行，教仪云，也就是释教仪了，这此教名因缘生灭四谛，四圣谛理，也就是说小圣主要的思想是建立在因缘法生灭的四谛。什么叫做生灭？什么叫做因缘？是因缘果，所以简称因缘法。那么有增有减，就是因缘果法。也就是说，用意识心来修行，是一种生灭，也就是我们平常的累积的一种经验，用对治法也是生灭法，用取舍法也是对治法。要是大圣法就不是这样讲，这个小圣就是的的确确有苦，的的确确可以对治这个苦。大圣不是，是苦是幻化而成的，无苦可灭，无道可修啊。那所以小圣因缘生灭，最主要要建立两个观念，就是一用意识形态在修行，因为它不是用本性空性的真如自性去修行，它用累积的经验，长时间的克制，就这样子啊。第二就是用取舍心对治心，这个叫做用生灭，这个就是落入意识形态的生灭。哎，比如说哎呀，我们过去有这个贪心的习惯，我要对治它，这是小圣的思想。要大圣的思想是，我们过去有贪心，现在一下子关照，哎呦，本来就不必要去贪，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，无心无境的东西，你贪什么？那就回归到真如。因此，此教名因缘生灭，四圣谛理，最重要的就是以第六意识修行为主。所以，正教二圣，旁化菩萨，最重要的是对声闻跟缘觉的教导。那么
啊，旁化附带的是教化这些菩萨。所说的三藏教则，经律论为三，各含一切文，一切义，故名为藏。啊，含有一切文、一切义，就是一切道理，故名为藏。此是能权教名，是阿含底下详如是义。到后面就解释，是义阿含也叫做阿吉多，亦云阿吉摩。这只是说中国话把它翻译的音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啊，是处下之别，梵音就是印度啦，啊，处下之别啦，处下就是中国了，啊，梵音就是古时候印度那用巴利文跟梵文啊，巴利文跟梵文，那么处下是中国嘛，所以是只是翻译的音的问题而已。那么此番教。叫又翻法规，又翻传所说，就是传佛所说啊，把佛所讲的说传下来，又翻一种无比法。为什么无比法呢？就世间来讲的话都是对立法啊，就阿含来讲可以让你超越三界，可以对治一切，那当然是最高是第一啊，世间的第一法，那就是出世法了，按照无比法。如果通的来讲，大圣小圣都可以叫做阿含，都可以叫做无比法。但是就别来讲的话呢，啊，有增一阿含，啊，有长阿含、中阿含、杂阿含。增一阿含就数来明法，就数，比如说人乃必须持五戒，天呢必须行十善，啊，一个五一个十。所以就数来明这个法，就人天啊，所以因此啊，那么增一阿含专门是讲人天圣、人天因，修五戒啊，行十善啊，是人天因。再来长阿含，这个不是念长，那这个念长，这是说明世界的升起啊，这是专门破外道的啊，因为外道所讲的啊都是什么啊神啊，啊中国人讲盘古开天啊，哎，那么基督教、耶稣基督教、天主教讲的啦，是神来创造的。那么佛教在这个长阿含经里面是说明一些世界的升起，世界的升起啊。再来中阿含明诸法的深意，中阿含是讲一些佛法上比较深入的啊，很深的道理。再来就是杂阿含，杂阿含专门讲禅定，那就是说明禅法，就是如何修定。这是摩诃迦摄请阿难陀结集，所以就是四阿含。再来谈到毗尼啊，在毗尼的这个地方画一个框框，这里讲到毗尼，亦因毗那也，也叫做毗那也，这是翻译成善智，因为持戒可以对治习气啊，也可以调伏内在里面的贪嗔痴，也翻译成灭诸恶，那个灭就是灭诸恶，也翻译成律，律是调音声的高低，就是律啊，因此调伏我们内心的或者是外在的身心的，这个叫做律，我们是戒律，戒律挺能够调伏身心，取一定的啊安详稳定性，名就是律。这个律本来是调音声高低的，就是律。通则佛所说教都可以叫做正法毗尼啊，因为经跟律论都是令众生解脱，所以你毗尼是持戒，最重要还是要讲解脱，你经跟论也是要叫你解脱，还是一样的
它是一样的。所以说通则佛所说的教经律论通通可以叫做毗尼，因为都是叫你持戒嘛，啊，经也是叫你持戒嘛，论也是叫你修行解脱嘛，一样的嘛，戒律也是叫你修行嘛，啊，目的是一样的。如果就比个别来讲的话，因事所致，因为所发生的因缘，所发生的因缘，啊，所以制定这个戒律，啊，这个戒律，是五篇戒相，这是指比丘戒，在五篇的戒相旁边写一个指比丘戒。那么因为我们在家居士啊，不是出家人，不是比丘、比丘尼，所以我们五篇戒相这里不能讲，就是说比丘戒里面分五个等级，犯什么罪判什么重，哦，分五个等级，由重然后讲到比较轻的，那叫五篇戒相。简单讲，你旁边写个指比丘戒，那你就晓得了。摩诃迦叶请优婆离尊者接集，优婆离尊者那专门持律第一的，成毗尼藏。那么初为一部，刚开始只有一部，后来因为纷争，就分成大众部和上座部的戒律，后来又分成18部，啊，酒后流传，只留5部，就是说现在所用的4分律、5分律、摩诃僧祇律等等。只留下来比较只留，为什么只留呢？有的是没有翻译过来的，有的是太艰涩了，那么有的呢没有梵文版，所以18部里面在中国只留5部，在旁边写个流传中国的戒律学只有5部，流传在中国的戒律学只有5部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说酒后流传只有5部，是因为梵文没有来到中国，梵文版没有来到中国，说没有办法翻译，因此就剩下5部。那你想想看，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就原始佛教的这个生活，佛陀灭度以后100-200年，戒律学就分成18部。因为这个戒律，以前广华法师叫我曾经整理过，我给他画一个科表，在这个杂志啊也曾经看过，所以我对这个年代啊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那时候在南普陀，那么他叫我整理，那我就把它画一个科表出来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分成18部的时间是佛灭度后100-200年，就会分裂成10多部了。所以说我们佛灭度以后没有办法问，没有地方问，因此各说各的。所以说这个末法怎么会不纷争呢？连那一些正阿罗汉国的没有究竟圆满的阿罗汉国的意见都会有不同，哪有说我们后代的末法的众生连看到一个阿罗汉都没有，那怎么不会纷争呢？ 佛当时灭度以后，这阿罗汉都会有法执，那何况我们今天？因此各说各的，那唯一的那就是依法，以大圣的思想法为印证，以小圣的三法印为印证。所以这些很多高僧大德说台湾没有地方可以参，所能参的就是依法，按照你的本性好好的去修行。哎，流浪，有的徒弟带不下，流浪，到处跑，啊，逛来逛去，流浪到最后怎么样呢？都会在外面随便租一个房间，没地方去嘛，没有办法嘛。哪一个道长是说，他的法师说他一直为了成就徒弟，他一直跟你上课的，那很小很少的啦。那所以到最后就是怎么样，租一个房间，身上没钱呐、啊，没钱怎么样？安一支电话，安一支电话是在做什么？感情忏呐、啊，有时候打要念经啊，要赚钱呐、啊，没有的话没办法啦，没办法生活啊。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也很麻烦呐、啊，哈，很麻烦呐、啊，啊，说我说人很奇怪啊，人很奇怪，也觉得太不可思议。伊无安尼家己受苦，安尼无法度，人不要自己受苦，没有办法啊。因此啊，末法啦，当法师的人，
我们很了解。所以啊，当你品尝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的气息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时候就感受到众生的浮动肤浅啊，幼稚啊，鼓噪啊，实在是很可怜的。所以佛陀说，是名可怜明者，他一定要这样东奔西跑，一定要这样吗？嗯，因为你是个师父，你了解心地上的，就是一切本不生不灭的东西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所以简单讲，什么叫众生？就是圣人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样，叫做众生。哎，你搞不清楚他这个有什么快乐可谈，那就是要这样子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对不对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也只能讲是名可怜名者，哎，只能讲他很可怜，其他也没什么话好讲的，是不是啊？阿毗昙，中国话叫阿毗达摩，阿毗达摩，此番无比法，啊，无比法，又番对法，就是对治法，通则佛所说的法都叫做阿毗昙，都是对治你的烦恼嘛。别的话，这摩诃迦摄自结佛所说论，以及阿罗汉所造的诸论，名为阿毗昙。问：半满皆有三藏，半就是小圣，满就是大圣。小圣也有三藏啊，大圣也有三藏啊，为什么指明独明这个半字法门是来当作三藏小圣教呢？那总共有两种，这凡就是共，共有两个道理，一则半智三藏，半智三藏啊，不智个别，这个智就是把书信放在一个口袋里面，小袋里面，把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啊，把它排得很整齐，把它分开来，所以这个半智三藏就是同类的归纳在一起啊，所以这不字个别，经就是经，律就是律，论就是论，把它分很清楚啊。满字呢，经律二藏混同都是一样的，大圣满字就是大圣法，经就是律，律就是经，所以讲的都一样嘛，律叫你解脱，那经也是叫你解脱嘛啊，这是第一种意思。第二种，根据法华经来讲，贪着小圣，这执着小圣的思想，三藏学者，那么又根据大智度论来说，处处以摩诃眼，摩诃眼就是大圣，处处以大圣法次三藏法，次三藏法啊，所以说啊，半智半智法，所以就是半智法啊。因为大智度论里面讲的都是以大圣的思想为主，所以啊，这个呵斥啊，呵斥这个小圣的发心呢不够大。就是次三藏法，就次小圣的思想，所以叫做半智法，为三藏教。问：何故不名为小圣呢？你干脆就叫他小圣呢？啊，答：因为三藏教里面含有三圣的全法，所以不可以专门只是小圣的啊，因为他还有啊其他的大圣菩萨的全智啊的教，全教旁化菩萨嘛，所以啊，不可偏名为小圣，因此叫做三藏教。六十七页第一行，上面解释名字当中，经字没有解，只有讲律跟论呢、啊，经字没有讲。现在要讲经，脊柱引梵移修多罗，修多罗，把它刮拂起来。现在是讲修多罗。刚刚啊，我们忘了，倒数的二四六七，倒数的第七行的下面有个阿毗昙，一引阿毗达摩。那个阿毗昙也要画一个框框，阿毗达摩也画一个框框啊？为什么呢？毗尼画框框，阿毗昙画框框，修多罗也画框框，那就是要经，这一段是讲经讲律讲论啊，讲经讲律讲论。好，六十七页第一行的中间，梵移修多罗，中国话叫做法本，一切诸法之本，是吧？出世善法，出世的善法言教为本，出世间的善法是以言说教化为本，然后翻译成中文叫做契经，契合圣人所讲的啊，那这个道理，那么就是契离契经契离契机，契合众生的根基，这个契就是合，合一众生的根基。那
那么有的人呢，那么讲课学问是很好，可是他讲课呢，依照学术的角度来讲课，这讲一讲讲一讲的话，底下的人那不要听，啊，实在是讲得很好，可是他不要听啊，因为他很枯燥。前两天这个祖母法师的马来亚的徒弟来，啊，他也说啊，这个在马来亚或者是这个新加坡录音带不得了了啊，那个实在是太多了，到底有多少呢？没有办法算了。但没有办法算，是吧？每次从台北来呀、啊，或者是台中来、啊，那些都是啊、哦。师父现在那个电视台、第四台都有放录影带，他说好，太好，太好。我如果看到这个佛教啊，一直蒸蒸日上啊，他说无厌已足啊，急功近脆，死而后已、啊，就觉得哎，这个人生已经过得很安慰了。当我把眼睛每天呢啊这个闭上来的时候，在外面就不晓得度了多少众生。这个尖端科技实在不可思议，我人没有出去呀、啊，就可以这个录影带，这个书就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众生。这个是感谢科学家爱迪生，他发明的留声机，后来才发明，是不是啊？再发明这个录音带啊，这个新加坡讲 cassette 或者是这个 tape 啊 tape， 真是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哪有什么录音带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整个全世界都释迦牟尼佛渡完了，包括不要说讲印度了，那个中国都渡，有录音带嘛，拿过去听嘛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弘法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只要产生一个法师，就等于观世音菩萨千变万化。为什么我们到哪里都有录音带，不是一样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太好了，对呀、啊，我很高兴。我的高兴不是说因为我的成就高兴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完全没有什么叫，就是这个佛法、哎、一直一直这样流传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，非常好的啊！哎，我觉得非常安慰，也很高兴啊。所以这个弘法最主要有契机，契机呀、啊，契机呀、啊，哎。气理合一二谛，是吧？气理要合一二谛，真谛跟俗谛，气机要伏笔三根，伏就合，复合一上中下的三根。所以这个弘法很难，就是这样子吧。弘法很难，要当法师是很简单呐、啊，要上台的每一个都有办法上台。所以你要讲的这个上中下的根气都能接受，那是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。又观经疏引。经则训法训常，啊，训法就是说含有真理，训常古来大德的教训叫做常啊，这道理是一定的。而是经则训法有真理的存在，训常这就告诉你的古从古流传到今天，这个常都是这样传下来的，啊，凡圣之所轨则也法。这轨就是像铁轨一样有一定的形式，没有一定的形式呢就乱了。魔外不能改坏，就是常。魔跟外道不能改坏，这个叫做常。经者有也，是吧？是由圣人经过我所宣，所以说经也。又经律论三各有所全，各有所全。经权定学，律权戒学，论权会学。经律论，那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么应该是以毗尼戒律为先。为什么以阿含为首呢？教仪引起教之次，阿含为先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实教，小圣是开始，从小圣开始修行之初，木刹为首。那你要修行，那当然所重戒律。那你不吃戒律，那就什么都不必谈。那木差就是波罗的木差，翻译成中文叫做别别解脱，持一条戒律能解脱一条的痛苦跟束缚，不会着急将来来世的痛苦。所以这个木差也就是别解脱，别别解脱也是戒律的意思。所以说如果这样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拿佛陀的教化众生，那是以小圣为先，但是如果就修行来讲，每个人必须以持戒为先。这个是说非行时，这并不是说此时说时非行时，这是依佛所说的时间来定次第，而不是拿修行
啊，来定次第的。所以又精通五人共说，哪五个人？第一个是佛，第二个是声闻，第三个是天，啊，第四个啊，这个仙，那叫化人，是吧？天人，再来就仙人，或者是化人，那就五种人，是吧？精通五种人，啊，佛、声闻、天、仙、化人，这个都是可以称为精。下四印定，下面四种就是声闻、天人、仙人、化人这四种，所以下四。佛是排第一个吗？下士就是指佛底下的四种人，声闻、天、仙、化人啊。经佛的印定，印定就是佛底下这四种人，经过佛的印定，都可以明佛所说啊。所以叫下士印定啊，下士印定。他这个文字因为太简单了，实在普通人实在是看不懂的，所以还是需要法师的啊，需要法师的。哎，什么下士印定？你怎么知道他在讲什么？是啊，就是说佛底下的四种人，经过佛的印证，都可以称作经，也就是明佛所说的律为佛制，戒律是佛所制的戒律。这降佛一番，不喜措辞，如履月真法讨伐至天子出啊，意思就是说治理作业真法打仗。打仗就是真法，打仗下命令都是国王，意思就是说戒律必须以佛为主，所以说降佛以完，就是佛底下就是等觉以下，不许错辞，根本都不够资格讲，菩萨不够资格定戒律，那何况这个罗汉呢？那凡夫就更不用讲了。所以就是礼乐真法治天子出，意思就是例如古时候的治理作业啊，或者是像周公的治理作业嘛啊，征伐，我们婚嫁就是从周公开始的。你看婚嫁这个周公啊，他悟到，他觉悟到这个一个人的情欲不好控制，如果我不把他好好的啊，这个治理作业把他制定一个人只能讨一个老婆啊，这个社会会乱啊。但是要经过一定的形式以后，然后呢，公正这个大家呢知道说他结婚这个是许可的，然后经过政府的认同啊，这个就变成结婚，要不然社会会乱。所以周公治理周业以后，那么这个周朝兴旺800年，不得了了。他有规矩可循嘛，不是规矩可循嘛，治理作业嘛，他知道我们人的欲望不好控制，所以一夫一妻制，如果说不制定的话，那完蛋的啊，完蛋的，那在路边看街，你好我也好啊，我来啊，也没差 啊，所以说圣人还是很了不起的，疏导你这个欲啊，不好控制的欲，给你一个固定的对象啊，就是夫妻，哎，是释迦牟尼佛顺世俗之道啊，还是有这个家庭的居士啊，家庭的居士啊，这一关不处理的话，那社会大乱，天下大乱，哎，而论通，通佛事灭后啊，论就是通佛事灭后啊，经律论的论呢 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啊，弟子跟弟子互相讨论。记载起来的也叫做论文句啊，九引出要经里面说，佛在波罗奈啊，那就是在这个地点最初为五人说这个契经修多罗啊，就经藏，那是指第一部经在波罗奈为五人说。佛在罗叶齐最初为须提那子啊说毗尼藏，须提那子犯淫戒啊，毗尼藏，这个须提那子啊，是释迦牟尼佛啊出家的一个弟子徒弟，剃度以后呢，释迦牟尼佛成道12年以内，没有一个弟子犯戒，因为他没有自戒力嘛，释迦牟尼佛
这个比丘戒是犯了以后在自戒律，这个须毗那子、出家以后啊，愁忧烦恼，愁忧烦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自己跑出来出家的，那么他是已经有老婆的啊，他是已经有老婆的，那么这个当年呢、谷物啊不收，就是说不收成啊，啊不收成啊，没有收成，那么因为他结过婚、没有留下一个一子啊，半年都没有，所以啊那一年啊、在闹饥荒的时候啊就托钵，这须毗那子啊、认为说是到别的地方托钵托不到嘛，啊我干脆回家托钵，我至少我有老婆或者是母亲看到我没有饭吃，看到这个比丘没有饭吃，哎就一定啊会供养我，那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啊，回去以后啊，因为他没有生儿女嘛，这个他的母亲呢 就把他叫他呢拖着这个媳妇啊，来来来，你的昂现在刚好回来，昂刚好回来，你就非得给我啊生一个儿子不行，哎就把他两个人就关进这个柴房里面。哎，一刚开始啊，这个须毗那子、抗拒啊，不要不要，后来，是，这个都会这样子的了哈，所以说三行不敬，三行不敬，三次啊跟他的老婆行淫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没有自戒律吗？没有自戒律吗？后来他就愁忧烦恼，须毗那子说，这样做的不太好哦，怎么样？后来释迦牟尼佛啊就制了这个戒律啊，说虽就是你的老婆出嫁以后也不可以，所以就制这个戒律。后来就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喽。后来也跟佛出家，这样证阿罗汉果，这是有厉害，吓死人！这个太厉害了，佛当时在世怎么会那么厉害哈、那么了不起哈、这随便一个沙弥出家就证阿罗汉果，我、太厉害了那个，他的本，所以这个须毗那子不犯戒啊，因为是第一个人以这个因缘来治这个戒律，所以第一个不算犯戒，不算犯戒啊。佛在毗舍离猕猴江边，最初为拔七子，说阿毗昙藏，阿毗昙就对峙，那就是因为那个杀，他犯杀戒，他杀戒啊，进去啊，砍杀了六十几个人，杀死了六十几个人，就六十几个比丘，六十几个比丘啊，因为是佛陀教他们修不净观嘛，修不净观嘛。结果啊，他们关照的这比丘修行的不净观，又觉得这个身体啊很不好。那么这个拔鸡子以前是杀鸡杀猪的嘛，有没有人这个修不净观的说来，你断我命，我给你一根钵，就是你把我的生命杀死，我一根钵，给你这个，刚开始啊治这个杀戒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因为杀了好几个人嘛，那个刀啊沾满了血，然后到江边呢洗这个刀，洗这个刀，洗这个刀的时候，这个魔王啊现身的站起来，站在这个河的旁边啊，赞叹，他说：“比丘，你真是了不起哦，你真是了不起哦！你能够他们在最痛苦的厌恶这个色身，因为修不净观知道这个不清净嘛，把它除掉啊，这个命啊，你功德无量。”他这个以为是佛化身的了，是不是？我杀人还有功德，回去啊就拿一只大刀，哇，这个看大鸡了的，来，要一波给我的，我通通满你的愿，一下子连续杀死六十几个，横尸遍野了。那时候没有枪，那枪的完蛋了。说比丘几千两百阿罗汉能有多死呀？佛 就自戒啊，就戒，不可以杀。不可以杀，虽然他杀了六十几个，可是不犯戒，因为第一次 ，first time， 第一次不犯戒。释迦牟尼佛讲，这是宿世的因缘，所以虽然杀了多那么多人，不犯戒，不犯戒。那意思是说，阿个不犯干呢？不，第一次哦，那已经2000多年，这个优待已经过了。优待已经过了，这个时间已经过了，是吧？所以他是阿毗昙，就是对峙
啊，就是讲这些这个不净观呐、啊，五停心观呐、啊，啊，等就是阿毗昙，就是对治法。所以知道别有阿毗昙，阿毗昙藏是佛所说的，啊，五百罗汉阶级名相系解脱经，后来广集法相，乃名为论。所以这三藏，通通可以叫做佛所说的。那么如果说佛说明经，那么弟子所作明论，一往而已，往就是一向都是这样讲，方便讲。如果说啊，一佛说的叫做经，弟子所做的叫做论，一往于耳，就是一向都是这样讲的。再来，这个三藏教所全的法为是，刚刚啊一开始是讲三圣。二权二谛，三权因果，四权六级，三圣二谛因果六级是三藏教那所讲的。好，此教权，把笔拿起来，权就是显示的意思，此教是显示出生灭四谛的道理，也就是说三藏教专门在讲生灭四谛。苦为什么有苦呢？生意灭三相，生意灭三相，迁移。想着，如果你根气够的话，这句就大彻大悟。世间为什么会苦？就是无常。生意灭，一刚开始，意就是暂时停留一下，灭的到最后就没有了。